本期视频由竹语堂赞助播出。各位观众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赛文水彩会。在今年三月的时候，赛文君做过一期竹语堂松鼠毛画笔的测评。在那期之后，竹语堂厂家联系赛文君说，发售了几款松鼠毛画笔，想请他试一试。那就是这几支啦。这系列一共三款松鼠毛画笔，斜锋、平笔、猫舌。赛文君过去在学生时代画水粉当小白那阵，也算是个平笔党，但是自从画水彩以后，用的基本上都是圆笔，仅有的几支平笔也是一直在吃灰，难得拿出来一次，只能拿来洗调色板啦。这个猫舌画笔还真是赛文君之前没有用过的呢，等一下用它来做个重点测试吧。拆开包装第一件事，来闻一下有没有油漆味。看过之前那期测评的同学应该还记得，赛文君有说过这个笔的笔身油漆味有一点重。之后呢，赛文君也发消息问过卖家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卖家说那次寄给赛文君的是赶着要上市的产品，所以来不及做好油漆的挥发工作，之后的产品会来改善。好，那么这次这几支笔的情况怎么样呢？还是稍微有一点，但它的味道没有之前那么大。在这之后的几天的使用当中，这个笔身的油漆味其实也很快就消失了。开笔的过程我们就全部快进了。我们先来大致感受一下这几支画笔。应该说聚分的能力还是不错的，虽说和红胖子什么的还是有很大差距，但是和赛文君用过的其他国产的动物毛画笔比起来还是非常出众的。接下来就看实际画起来怎么样吧。
总结下吧。这两只松鼠毛的猫舌体验下来，赛文君感觉还是不错的吧。不过赛文君之前是没有用过其他的猫舌画笔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和其他产品的猫舌画笔做一些对比。单纯就画笔的吸水飓风来评判的话，这次竹语堂的2018年新款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完全可以作为主力画笔来使用。特别是这款猫舌画笔，在大面积的铺色和细节的刻画上都可以处理，感觉真的是非常万能啊。最后，今天是赛文君每日绘画练习坚持100天的日子，所以今天有奖品。也来感谢广大粉丝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关注咯。抽奖规则如下，关注赛文君水彩绘，在赛文君动态中转发本期视频投稿动态，赛文君将在动态中随机抽取2名幸运观众，赛文君将送出2套本期测评中的竹语堂2018款松鼠毛水彩画笔，每套3支画笔哦。12号的斜分，12号平头，10号猫舌各1支，大家不要错过哦。水彩画笔每支吧，没有做好充足的油漆发。这3个形状的画笔赛文君很少用，因为没有因为。